那这个一二三四五五位音乐家哈，五位这个音乐家，差点把我算进去哈，没有，我是靠嘴巴吃饭的。我们五月呢这个音乐老师哈，我们今天呢准备的音乐歌曲呢，每一个音符，还有每一个拍子呢，每一个旋律，都是透过他们呢这个呢啊这个手指之间呢来做一个弹奏跟吹奏的。所以说呢，每一个音符呢都代表是一份呢虔诚的心意，虔诚的心意哈。要来向着咱的这尊上师，以及咱两位尊贤呢来给咱的讲究。今天呢，我们按错大点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我们看到这么多好朋友哈，不管呢这个呢 Tiki 安娜，我们风雨无阻，这代表呢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这一个呢非常的诚心还有诚意。马希王公呢再一次呢感谢大家与我们共襄盛举的这段期间呢，有很多的好歌曲要为大家呢一一来做一个呈现跟安排。同一个时间要祝福大家用餐愉快了哈，餐点的部分呢请大家尽情来做一个品尝跟享用。好的，下一首歌曲呢它取名呢啊这个叫 Sakura 哈，这是一个樱花的意思哈，也是非常祥和非常动听的好歌曲。我们再次欢迎我们凤鸣斋鼓乐团的全体音乐家合力来展现这一首作品。
这首歌曲，感谢大家的欣赏，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接下来。